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一节，有人甲大卫讲，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我国场，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讲，我通去打遐非利士人，啊唔通？耶和华对大卫讲，你通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伊拉。三节，军队大卫的人对伊讲。咱伫犹大地遮上请行下，何妨去基伊拉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呢？大卫阁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讲：你起身落去基伊拉，我要将非利士人交伫你的手里。五节，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去基伊拉，甲非利士人交战，大大杀死因，阁抢因的精神，安尼。大卫救基伊拉徛起的百姓。六节，阿希米勒的子阿比亚他走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，手提以弗德。七节，有人甲扫罗讲，大卫到基伊拉，扫罗讲，以及有门有窗的声，关掉伫迄内面，这是神将伊交伫我的手里。八节，扫罗就召集众百姓。要落去攻打基伊拉的城，围困大卫甲军队伊的人。大卫知影扫罗这计无要害伊，就对祭司阿比亚他讲，将以弗德带过来。十节，大卫祈祷讲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的仆人开始听起扫罗爱去基伊拉，为着我缘故灭这个城。基伊拉人将我交伫扫罗的手阿无。扫罗照你的仆人所听的话落来，阿无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只是仆人。耶和华讲，扫罗要落来。十二节，大卫阁讲，基拉人将我甲军队我的人交伫扫罗的手吗？耶和华讲，要交出来。大卫甲军队伊的约有六百人，就起身出基伊拉，去因所去的所在。有人甲扫罗讲，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，对安尼扫罗无出去。十四节，大卫踮伫旷野为所，常常伫西弗旷野的山地。扫罗逐日找大卫，神却无将大卫交伫伊的手里。十五节，大卫知扫罗出来效忠伊的性命，迄时伊踮伫西弗旷野的树那内，扫罗会惊用那单起身。去迄个树那来见大卫，予伊瓦克神来得到坚固，对伊讲唔免惊，我老爸扫罗的手找你袂着，你的确做以色列的王，我要做你的宰相。这个事我老爸扫罗已经知。十八节，对安尼两人伫耶和华面前立约，大卫又按点伫树那来，用那单倒去厝。十九节。西弗人上去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讲：大卫敢毋是伫阮遮的树那内的位所，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美地吗？王啊，请你照你的心愿落来，我要亲自将伊交伫王的手里。二十，扫罗讲：愿耶和华赐福予恁，因为恁可怜我，请恁倒去，阁详细查明伊住甲所行大的所在。是甚物人看见伊伫遐？因为我听起人讲，伊真古怪。二三十，所以着看准伊秘密的所在，倒来实情会甲我讲，我就甲恁去。伊若伫犹大的境内，我要对千门万户中超出伊来。二四十，西弗人就起身，大声扫罗去西弗，大卫甲军队伊的人。却伫马粪旷野南边的阿拉巴，扫罗甲军队伊的人去找大卫，有人甲大卫讲，伊就落去到磐石，踮伫马粪的旷野。扫罗听去，就伫马粪的旷野对赶大卫。二六节，扫罗伫山这边行，大卫甲军队伊的人伫山那边行，大卫紧急闪避扫罗。因为扫罗甲军队伊的人四围包围大卫甲军队伊的人，要掠因。忽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讲，非利士人侵犯境界抢掠，请王紧紧倒去。
二八十，对安尼，所以就无对我台话，倒去共拍非利士人，因为安尼，迄、那个所在名叫西拉哈马希罗杰，台话对遐上去，踮伫温基地的位所。